跟伟静近一点啊。对啊，多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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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还是可以比爱心吗？你们两个这样围着。我真的没有想到可以看到他们和解这一天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说我们饭店吗？对啊，不同间。因为我们饭店是不同楼层。对啊。所以我们其实就不，他们最近是王不见王哎。真的假的啦？没有啊，因为就新闻出来之后，我们自己看彼此真的有点尴尬。没有了。从头到尾都是低咖那个网友，就是非常会写剧本，因为我跟伟静就是完全没有不合，没有吧？伟静的经纪人回说不回应，然后想说天哪，他们真的。然后我醒来看不回应，我说哎，还是真的有啊。你们彼此不太帮彼此宣传。有啦，他们真的有。但是其实说真的，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成团很长一段时间了，然后我们已经其实有一点受够这些，就是我们这些虚情假意，因为我们的彼此的感情都很真心。然后我们刚成团前几年，我们大家生日的时候还彼此送礼物。嗯，现在就是能不送就不送。然后这次新闻出来之后，他们九泽发新歌，立刻分享，直接怕被说什么，怕被骂，怕过河什么的。他刚刚说什么？我想，他说怕你讨厌，因为他说你一直要叫起来，他不回应，他怎么会不回应？他担心说是不是他讲话太多。是不是？他刚刚演那出你没信？信。好了，今天就真的说开了。